冲破天际的声浪，握紧方向，燃尽梦啊，心有必胜的胆量，急速对抗，决堤投光，终会荣光里归来，生命的笑着答案，凯旋的姿态，转个弯，阻碍都推翻，越过极限若光不好意思。哇！又是你。沈慕白在吗？谢谢。小白哥，忍住啊！这个中医理论讲，痛则不痛，痛则不通。小白哥，你这两天得暂停一下脖子的训练，好好养养啊。我使劲了啊！沈墨白，那什么，许工说我给他一点按一下，我就先走了。啊，嘛呢？快上来，快上来，快快快快快快快！咋了？咋了？不可能是我们自己看。你怎么来了？有什么好看的？你干嘛啊？摸你啊！你左边背有点肿，现在应该要冰敷，不可以按摩。刚刚摸起来有点像挫伤，不好好照顾，有可能会更严重。你报答人的方式还挺奇特啊。你现在应该暂停力量训练，赛车手就应该好好保护自己的肌肉。你是医生啊？大老远过来给我看病来了？不是，我是来问你，沈川的头盔是不是在你这里？
是又怎么样？你怎么有那个头盔啊？沈川送我。不可能，你撒谎。你凭什么说我撒谎啊？抢人行，抢头盔不行啊！你把头盔给我，要多少钱都可以。你怎么这么想要这头盔啊？说个理由我听听。他是我很重要的人。川神也是我很重要的人。他是我，喂，人民医院，好，好，我马上过去，我回头再来找你。主公，车弄好了吗？嗯，好了。去医院啊？我送你啊。这时间很难打车的，赶时间的话，我送你走最近的路。谢谢。此道路安全专项行动重点是整治哪些方面的？主要是影响路面安全的违法行为，像酒驾、超速行驶。行驶证、驾驶证出示一下。陈墨白是吧？哎，你是不是那个赛车手？都跟我回队里再说。知道刚才开多快吗？那个路段限速60，你都超速50%以上了。油门失控，刹车呢？为什么不入空档提前拉手刹制动？车辆都鉴定过了，油门没有问题。怎么可能没问题啊？我是职业赛车手，我不可能飙车的。证据说话啊，没人冤枉你。这是你自己车上行车记录仪拍的。车是有什么问题吗？没问题，你放心。我呢是怕他害怕，故意这么说的。
赶紧去医院吧，出了门右转两个路口就是医院，赶紧去。那你赶紧走吧，在这儿留个电话，有事了再找你。谢谢，我先走了。根据相关法规，处罚款1500元，驾驶证吊销。啊！不好意思，我是吴秀美的家属。哎，你是吴阿姨家属吧？医生，我妈怎么了？还是老毛病，在家里晕倒了。多亏邻居发现，打了120，他在我这里呢，都看了1年多了。你不知道吗？估计也是怕你担心吧，那就入院治疗吧。我建议啊，尽早手术，不然的话越往后拖就越危险。好，知道了，谢谢医生。不客气。小希，妈，感觉有好一点吗？医院非要直系亲属的电话，我这都没事了。你怎么样？前两天饺子吃了呀？吃了，我一直都很喜欢白菜馅的。妈上次给你包的是3鲜馅的。要是不喜欢吃，下次给你换别的。没有，我没有不喜欢，我只是看到你包的饺子，我会想起。瞧你那小脸瘦的，都2年了。妈是想说呀，我这边没有什么问题，打2天吊瓶就好了。可你不一样，你还要好好的生活下去，还有很长的路得走。你哥哥也肯定希望。你先休息，我看医生还有什么要跟我说。妈，我很快回来。哎，你怎么送个人，又是进交警队，又是吊销驾照的？驾照没了，不还有赛照吗？行了，你别瞎了管了，三连都来人了。他们怎么来了？陈梦白，由于你的超速违法，我们决定即日起吊销你的赛照，1年后才能重新申领。什么意思啊？他们不了解，你们还不了解吗？我是专业赛车手，怎么会犯这种低级错误呢？那个，王哥，喝茶。那个，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我们莫白不会做这种事的。来，你看看。这件事啊，目前在临海赛车界以及整个国内的赛车运动圈造成了非常严重的负面影响，我们必须给公众一个交代。你不是已经申诉了，说是车辆的问题吗？那1周之内，我们会召开一个联合听证会，到时候呢，你们带着事故车辆的验车报告过来，若能查证属实，我们赛联也好及时的发表声明，消除负面影响。好，我们1周之后听证会见，到时候你们亲自给我公示结果。没问题。这要上听证会，可不好办。你这什么反应啊？到底什么情况？主要是想验这辆车，也有点困难。就算它是瑞风的车，现在消费者有安全疑问，凭什么不验啊？你说的对，可惜。
我不是消费者。这车不是你的？你再说一遍，这车是谁的？你当真以为我当初盘完这个店，我还有钱呀、啊？我婚内卖的求婚吗？才60斤，当初叫伟哥帮咱，那车免费使用，有便宜不认，那是我的。我明白了，这车出问题，肯定是陈墨非在背后捣鬼。不可能，他是你亲戚。哎，我的意思是，这车刚拿到，我就里里外外检查过一遍了，而且开了这么久了，要出问题早出问题了。小白哥，白总，现在当务之急是在下周以及收官战之前把赛照拿到，要不，你去找飞总浅说一下，让他给个验车授权。我不去。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计较当年的事儿？他本人就不喜欢我赛车，我求他不等于自取其辱吗？那我去。你也不能去，谁都不能给我受气去。那赛照怎么办？2年前你们转给郝阳的那辆瑞克，赛车的风险太大了，我决定裁撤瑞风车队，即日生效。卫士突然调走了 Eric， 换了新的人来做评估，听说叫赵以宁，从美国总部调回来的，斯坦福毕业的高材生，24岁就在大摩当高级经理了，后来去了卫士，成为了他们最年轻的董事。赵以宁我知道他，陈墨白的校友。这个叫赵以宁的，现在人称卫士第一快刀手，出了名的狠。程伟刚临阵换将，估计是想到麦克研发抄袭的事儿，大做文章，我们要做好解释。自从2年前我决定走这条别人没有走过的路开始，这场赌局就只能进不能退。如果伟氏终止投资的话，我们的现金流会出现很大的问题。我知道。另外，小白的驾照被吊销了，他坚持说瑞风的车油门失控，郝阳想让我们出个验车授权。不用理会，随他去吧。好久不见，小白白。赵宁，不是，你怎么在这儿啊？怎么了，小白哥？哎，不是，你们大早上都吵吵。怎么有个女的？好家伙，真是旱的旱死，涝的涝死。我要是能像小白哥一样，早就找到老婆了。谢谢。怎么突然从国外回来了？回来干活，捎带脚结个婚。结婚？恭喜啊！新郎谁啊？就是你。咱俩虽然是发小，也没好到那种地步啊。刚从国外回来就乱开国际玩笑。谁跟你开玩笑了？小时候你剪了我一条辫子，你那个时候说答应我一个条件，什么都可以。不是你这筹集的也太久啊！反正我这次回来，除了工作，还有很重要的一个 KPI， 就是28岁之前一定要结婚，时间已经很紧迫了。哦，
那你找我干嘛呀？我这么忙，我哪有时间重新认识了解一个人啊？你是我认识时间最长的男生，而且从初中到现在你也算是没有长歪。我谢谢你了，有没有感情基础你也不考虑一下？感情是最错综复杂也没有标准的衡量，但是婚姻呢是人生的资产重组，我评估过了，咱俩属于优化组合，你有什么理由不同意啊？我这个星期每天要工作14个小时，只能周末抽2个小时拍婚纱照。我差不多要去开会了，正好路上有半个小时，要不你送送我，这路上半个小时正好咱们可以培养一下你所谓的感情。不好意思，我驾照呢刚被吊销了，送不了。要不哎呀，你送我啊？不用了，那就下次送吧。走了，小白白。小白白。好呀，下来说点事儿。下周就是听证会了，验车报告什么时候能拿到？如果走正常的验车流程的话，肯定赶不上听证会。既然你不愿意去找飞姐的话，那就只能去找治得住他的人，老爷子。就这？你想半天就想出个这？这欧洲有一位著名的社会学家说过，每个爷爷都是从孙子走过来的。哪个社会学家这么说过呀？哎，这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句话告诉我们，人在关键时刻要能伸能屈。老爷子最近不是在医院疗养吗？你带点东西过去试试。你觉得他能帮我？这是董事长送您的离职礼物。那不是老爷子前两年写的吗？没准他已经忘了呢。最近还是没有进展，端木宽他们依旧在争取攻克 N 离子电池的多层结构技术。如果真能实现啊，那对于电动汽车的行业来说，就是一个跨时代的进步。也是最难的。怎么，没信心了？啊？怎么可能啊，爸？行百步折半九十。如果我们也去买电池造车，那麦托早就下线了。但您从小就教育我，相比商业的成功，更该争取的是改变世界的机会。说得很对。电羊以为无路之人，他们呢？不过都是一些拙劣的探索者。当年公司转型啊，我力排众议，让你上项目，就是相信你肯定行。坚持住，不成功，就不准你停下来啊！再要一个创口贴吧。嗨，又见面了，家人没事吧？没事。那你不如我相信。你家人还好吗？我不知道那是你。你好，先生，185。那可能是我发消息的时候吧，忘备注名字了。哦，那天后来怎么样了？后来有点小棘手吧，但还能应对。没事就好。那你现在能把沈川的头盔卖给我了吗？这位小姐姐，
实话说，我是为了送你赛照才快保不住了，一见面还跟我要头盔，我发现真是连句谢谢都不会说。哦，谢谢你，现在可以卖给我了吧？你干嘛？我闻闻你到底有没有人情味儿，像个机器人。沈慕白先生，那个头盔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如果你不缺钱的话，那你有什么其他想要的东西吗？我现在最想要的就是证明自己的清白。要不这样吧，你陪我上趟六楼，帮我证明。我没办法帮你证明。那不得了。您好，刚才您朋友的钱包落这儿了，麻烦您转交一下。哦。莫非，美事的评估进展的怎么样了？该做的都做了吧。老爸。哟，这太阳打西边出来了，还能记着有个爹。您看您这说的哪儿话呀？怎么能忘了您呢？您看，特意给您买了点补品。再说了，也不是说我忘了有个爹。您不是不想见着我吗？说一见着我就血压就升高。直说吧，你来这里干什么？爸，我这次来是为了我赛照的事儿。整天嬉皮笑脸，一点正事儿都没有。你看看你惹的事儿，给瑞丰造成了多大的影响，还好意思跟我说赛照的事儿。个人先告状。说你姐干嘛？我倒要听听你怎么解释你闯的祸。我郑重声明啊，不是我闯祸，是瑞丰车出了问题。你小子为了逃避责任就栽赃咱们瑞丰。那就是瑞丰车出了问题，那油门不管用，踩刹车也没用，得亏是我，那换别人身上那瑞丰都得破产了。说的什么混账话，你看我不打死你。别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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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谁呀、啊？沈西，你不是不来吗？那天我也在车上，车子确实该验一下。你什么意思？我只是觉得确认事实，用检验才能做出准确的判断，不应该去回避问题。你看，爸，这事儿。您有什么看法？你以为我躺在病床上就什么都不管了？我知道了这件事情以后，我立马安排人调查了所有的售后情况，并让工程部调查了所有的库存车。最后的结论，所有的车都没有问题，就你的车有。还有，这款车，当年是我亲自组装设计的，卖了十年从来没有过问题。你是技术人员吗？凭感觉做判断，我还需要你来教我怎么做吗？你冲人发什么火啊？就知道找您也没用。走了走了。你为了头盔还真是拼了啊！还特地来帮我作证。不是，我是要还你这个，你落在超市了。谢谢啊。哎，不过你也感觉到车有问题啊，你很懂。我不懂，我猜的。虽然没什么用吧，
但你这人还挺讲义气。这人情我记了。那头盔？哎，要不这样，你如果能帮我把赛照拿回来，我就把头盔给你，能吗？不能我就走了，拜拜。你如果能帮我把赛照拿回来，我就把头盔给你，我可以试试帮助你拿回赛照，但你也要记得自己说的话，把头盔给我。 OK。如果无法证明不可行，那是否可以计算可行性概率呢？分析全过程中路线的危险点，将各项性能数据以代入值的分布概率代入，已知当时的速度是……沈西，你去把之前车队的展示资料取下来。陈墨白有一些负面新闻在身，而且投资方的评估快来了，尽快。难得啊，这些年居然没有长残，还越来越帅了。不好意思哦，你要干什么？公司要我把这些资料取下来。那给我吧，我买下来。公司资料是不卖的，如果你需要纪念品的话，柜台在那边。沈西，行政部秘书，又被派来干这种工作，估计入职不会超过两年。如果你对入职有兴趣，人力部在六楼。我看起来像是来找工作的吗？车队是一个车企最重要的名片，但是你们瑞丰却把这张名片自己扔掉了。再看到两个人同框，真挺讽刺的。为什么这么说？陈墨白离开瑞丰都是因为沈川。当年沈川出事，陈墨飞就把车队解散了。陈墨白应该做梦也想不到自己的赛车梦会毁在自己偶像手里。跟你说那么多干什么？其实也不能怪沈川，要怪就怪那个工程师吧。马上就是赛联听证会了，现在怎么办呀？不行的话，我还是去找赛联的人，好好求求他们。哎呦！你甭去了，甭去了。既然都请听证会了，就已经没路可走了。那怎么办呀？哎，老爷子他又不肯帮忙，飞姐那边态度强硬，你这边又不肯道歉，你们一家子三口，真是铁人三项。他怎么又来了？喂。想拿回你的赛照吗？过来找我。谢谢赵总。
不是说帮我拿回赛照的事儿吗？要拿回赛照，你得让陈墨菲配合你啊。不是，现在就是他不肯帮我，关于赛车的事情，他就更不可能帮我。想要高效合作，就要了解对方的诉求，抓住痛点才能有效沟通。甭说痛点，先说重点，怎么办啊？重点就是，我之前跟你说我今年要完成结婚目标，你考虑的怎么样？行了，不逗你了。我手上的这份，可能就是让你在瑞丰面前有底气的痛点。我这次回国的任务，就是评估瑞丰的投资。评估瑞丰？不是会有问题吗？免不了就是账面出现赤字，然后面临被低价收购的风险。陈墨菲当年裁掉你，现在我去帮你报一箭之仇，不好吗？不是，那瑞丰也是我爹妈一手创建的心血啊。陈墨菲也是这样想的，所以他现在如临大敌，容不得任何闪失。那如果真验出来我那台车有问题，岂不是帮你打助攻啊？卖了10万台的车，偶尔有一辆出了点小毛病，根本不是我在意的。我在意的是他有没有信心解决所有问题。正好，你可以去帮我测试一下。君子藏器，待时而动，时机决定成败。那，你决定什么时候动刀？沈西，你干嘛去？陈慕白的事，我有些想法跟飞总汇报。飞总已经说了，他不会管这个事儿。你赶紧去干你该干的。贵宾就要到了，茶水赶紧准备好。别愣着，快快快！你这泡茶还抓药，太讲究了。又是你啊！上次说过了，如果要应聘的话，人力不在六楼。我逛了一圈，有点口渴，给我泡杯茶吧。这个茶是为会议准备的，如果你有需要，一楼大厅有。我就想喝你泡的茶。这位女士，我们公司其实没有开放参观。真的觉得我是游客吗？我们马上要准备开会了，没什么事情的话，请你现在离开。我要是就不走呢？那我只能请保安了。赵总，你好，我是陈墨菲。飞总，你公司管理的真好呀，我就想喝一杯茶，差点都被你这位员工请出去了。他不知道你什么贵客，别介意。怎么，我现在可以喝你泡的茶了吗？不行，时间还没有到。赵总，终于见面了啊！百闻不如一见呐，漂亮，年轻有为，鄙人安云龙，与咱们伟世的程总经常在论坛会上见面的。你好，赵总。Sorry， 没听过你。不重要，不重要，不重要。我们认识赵总，您就好。那我们先进去坐吧。赵总，请。赵总，这边。现在我就代表我们公司。对于伟世集团的赵总前来评估表示热烈欢迎。不好意思，我想安总搞错了，
我这次不是来评估的，我是来宣布韦氏跟瑞丰解除合作。好久不见啊，瑞丰。等等，先暂停一下。他就这么去了？啊？这哥几个不在，他胜算能有几何呀？小白哥这一个人过去，不会被人给打一顿吧？我们要去支援一下。对，我去扎死他们吧。走。行了，行了啊。他既然敢一个人这么去，肯定是有什么杀手锏。你们去了，他才可能被打。坐坐坐坐坐，坐下。现在，只能盼着他那三板斧，能搞得定那帮老人精了。有重要的会议，您不能进去。小伟哥，小白，你怎么来了？开会。哎，小白总，你怎么来了？因为我昨天听到了一句非常有水平的话：君子藏器，待时而动。你们飞总一直不是说我不务正业吗？今天我就专门过来学业务的。突发情况，赵总别介意啊。看来瑞丰的安保也要改善了，什么阿猫阿狗都能随便进来。不过没关系，我不介意。赵总喜欢说笑。这个是我们的评估资料，您看一下吧。我都在这个行业这么多年了，这种报告就没有必要拿出来走过场，浪费我们大家的时间了吧？咱们就直说吧，脉拓迟迟无法上市，研发成本雪球式增长，这导致财报比你们现在的脸色都要难看。韦氏对脉拓的等待会是值得的。对一个投资人来说，等待是最大的赌博，但关键是你们现在还有什么筹码？瑞丰就是我们的筹码，技术是我们筹码的加棒。N 离子电池技术一定会代替锂离子，成为电动汽车的未来。但是谁能保证 N 离子电池可以真正的上市呢？还是什么时候可以上市？飞总可以明确的告诉我。还有品牌，脉拓的难产导致瑞丰的品牌价值断崖式下跌。请问在座各位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阻止这种情况继续恶化下去吗？赵总，我们加强广告投放怎么样？我这有好几个方案。安总，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负面螺旋理论，在口碑差的时候投入更多的广告只会让你们下沉得更快。行了，如果你们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我们就不要浪费大家的时间了。我们可以搞赛车啊。没有人叫你来开会，你也没有发言的资格，坐下吧。如果我们瑞丰车队重建，那咱们这件事还有聊的可能。除了车队，还有他。是你们瑞丰的车出了问题。我陈墨白就算在赛场上超一万次车，也不会在赛道外飙一次车。有人信吗？有人信就说。你看，没人信你。我信。
呼吸，心慢慢沉寂，脑海是你的痕迹，删不去。时间一点一滴，记忆散落一地，经过的树荫都如你身影远去。我愿助你急速加速。